直播，直播，换个滤镜。Hello， 大家。要。大家晚安，晚上好。Hi，Chloe。大家晚安。Chloe 是我们认识的朋友，是我朋友。朋友好。哎，那我现在这样子要怎么？用这个开始的话是这个吗？对哦，不可以。嗨，你站后面一点。哎，我这机看不到小高，这样，我这移过来这样。好。耶耶，大家晚上好。晚安，大家多一点人进来。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有那个很多东西要送大家，对，今天很多好看的，敬请期待一下。最重要是我们上一次一起直播好像是半年前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哎，我怎么会一直叫？哎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调整一下。哎，帮我看一下我那个粉丝团是开到哪一个的粉丝团？是乖乖的还是 S D 的？是我的一直叫吗？不是，是我的。嗨，大家，大家晚上好哦。帮我看一下，因为好像没有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。IG 坏掉了。IG 坏掉了什么？还是 Facebook 坏掉？啊，我刚好看到是说有新闻是说不能发讯息，是不是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有这个吗？有叮叮声。我们再等多一点人进来。对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大家有上网看我们的 Stair 昨天新上架的照片吗？是不是非常的美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次多了我们的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的好闺蜜，是我们的 Rita， 这次很开心，我们邀请她成为我们 Stair 这一次秋冬的形象拍摄的人，是不是非常美？这是网友赶快留言一下，喜欢哪一个？惊呼一片！哎，等一下，你先等一下哦。哎，真的耶，好奇怪。那我的，我的，帮我看一下我的。好，OK。大家晚上好，好，很多人打招呼了。对，没有，只是我觉得很奇怪。好哦，那个直播是 OK 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刚刚好像有点状况。对啊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先开始。我们今天有很多好康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走，而且一定要留到最后。我们今天是三机哦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很奇怪，好像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是三机同时直播。我们今天来介绍我们这一次秋冬新上架的新品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大概15分钟后。我们的 Rita 的 IG 会抽奖送给大家哦。对。然后今天最重要的是，因为为了就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千年一遇，大家最爱的千年一遇来，今天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下的，就是你有下订单的人，到我们 Stair 的粉丝团把你的订单贴给他们，我们就送你我们的经典毛毛第一次亮相，然后超级可爱，超可爱，而且颜色超多，可爱。很多颜色就随机，只要在直播的时候下单，哦、然后直接把编号给那个 Stair 的订单编号，对，到 Stair 就会随机送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超级好看，想戴一下，我喜欢紫色。来，我们的小帮手帮我们拿一下。哎，这个毛毛真的质感超好，好可爱哦！就等于是说你们在。粉丝团下单的话，现在新品买二，立马下订单，还在送一个毛毛，超好看，很多人都说很好看，毛毛限量送的哦，可是这是送的，然后没有卖哦。对，所以大家赶快把握今天，就是因为我们的 Rita 来，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她，所以我们加码送给大家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直播大概就抓个40分钟吧，所以大家边看直播边下单哦，这么好的机会只有今天。今天下订单的人，我们就送这个毛毛，今天好可爱哦！再比一下别的颜色给大家看，我戴黄色，这样子。
欸，我觉得我要穿熊宝贝的外套给大家看，有很多人需要。你看我戴上这个毛毛，我穿熊宝贝。欸，熊宝贝真的是一定要买耶，好好看哦。因为熊宝贝它最近这么冷，真的最近超冷的。你知道我们两个圣诞节要一起去露营吗？对，我们就约好要穿，对，我们姐妹装。每个人都买一件，对啊，大家这个冬天一定要姐妹装 ，take 你最好。而且其实它的那个容量还，就是它的那个空间蛮大，对，所以今天有粉丝问我说，它的身形就是很大，就是我觉得不用担心，因为它这个是完全可以塞。如果你今天如果有穿什么高领毛衣或者是帽 T，嗯，都可以额外再搭配。对啊，对，都不用怕说塞不进去。大家喜欢什么颜色？我自己很喜欢桃红色，因为桃红色穿起来气色很好。哎，欸，不觉得女生穿到这种颜色就很像桃红色，真的恋爱中的颜色。对啊，真的。恋爱中的话，那给你穿。杏色也非常好看，杏色是很耐看的颜色。对，杏色就是百搭。我们两个昨天还在讨论，我们到底要谁要穿什么颜色，结果我们一群人想了半天。对，真的很难抉择哎！赶快一起找你的好姐妹一起来购买我们这个熊宝贝外套，因为最近真的很冷。我最近出门就是十几度而已，你看像我自己里面这样搭这个。我们新款的这个烟圈，对，就是里面可以穿少少，而且很辣，然后上上对，然后外面就是穿这个很可爱，嗯，可以可爱又性感，对对对，蛮好看的。或者里面不穿好了，好了，对，里面不穿，好，我看一下，你穿错，里面不穿，真的很可爱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我们两个交换颜色，好，好好好。你看，像我自己是属于比较健康肤色的，我穿桃红色气色也很好，但我现在穿杏色给大家看，桃红色就是我有拍照的。然后我也是，刚好多人问，对，然后我是搭，就是我里面是全黑，全黑也蛮好看的。这样，裙子有没有看到？我就这样穿上街，要露不露的，就这样子，还不错哦。我觉得这个又很甜美。对啊，这个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搭洋装也很好看。那其实，但我觉得桃红色好看。嗯，不行，桃红色我要穿绿的。好吧，你已经选了新的，我选下，我要桃红色。怎么下单？怎么下单？好，我们的小帮手赶快贴网址在哪边问的？这边啊，我们 Rita 的那个 IG 有人在问了，赶快贴熊宝贝的给他，赶快啊！现在下单，哎，而且就会送毛帽。我它这个材质真的非常好，而且它很舒服。我现在都热了。对，非常舒服。然后它有很大的口袋，所以你可以放手机呀，啊，或者是钱包啊，什么都装了进去。穿上这件就不需要暖暖包了。对，完全不需要再花钱买暖暖包。真的。好看，哎，欸，我发现你皮肤白，戴这个杏色的帽子也很好看。对啊，哎，欸，大家可以就是赶快在这个时间下单，然后每一个订单都可以送一个毛毛。对，只有这个时间哦。对，过了明天没有，过了那五分钟也没有，没，只有这个小时，我们直播的当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说结束结束哦，说结束结束，赶快先下单。对，因为我要回去看《毁灭之刃》。哎，欸，我最近在看这个，真的很好看。我本来想说还好，对不起，我有点落伍，因为最近一直在忙新品，就没想到我一看就爱上了，爱上了，好可爱哦，衣服好好看，衣服真的很好看，男的能穿吗？你要穿也 OK 啊，我觉得你穿杏色不错，哎，欸，好男生，男生杏色真的 OK 耶，欸，超好看的，哎，欸，我真的好热哦，我先给大家，我也觉得，我顺便给大家粉红外套多少价位？3980，然后我们。这个其实我在就是网络上看啊，很多就是质感很差的都要5000-6000哎，哈，真的。然后我想说，为什么 Stair 只卖3980？我们是而且 CP 值高的，超级佛。然后现在又有超多活动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真的做工很细。对啊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，哎，这个我们这个缎带这个皮革啊，是质感很好的皮。对啊，重点是非常保暖。也想把你们买回家，那你开个价。哇，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对啊，介绍一下我身上这条牛仔裤，嗯，这是我也是我们这次的新品。哎，欸，这件牛仔裤我有买哦，因为它这个超高腰，看起来腿超细。看一下后面，它后面还像做绑带的，很辣，有没有？今天跟男朋友穿出去约会完之后，后面就请男朋友从这边直接拉开，对，帮你。好的，这件裤子穿起来超级腿细，而且我们的腰超级高。大家如果有长期在看我的直播的，应该就会知道，就是我个人非常推崇女生一定要穿高腰的牛仔裤，高腰的运动裤，这样看起来腿超长，腿超长以外，你的小腹比例很好了。对，不然穿低腰裤，那肚子在外面你就越吃越大了，所以一定要多穿那个，就是高腰裤。这件真的非超级显腿瘦，
欸，我的袜子好烦，对不起，这个腿穿上去真的是很像175的腿，真的。对啊，本人168，现在看起来175，而且超级翘腿，而且它是排扣，我很喜欢这个排扣，很好看。对啊，然后这件很高腰，裤子一定要买的。我们最近一上架之后，好多 KOL 的姐妹们就马上都有，人人都挑这件牛仔裤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而且这牛仔裤它的重点是它下面这边是塞，就是缩进去而已。很多牛仔裤它是。就是没有办法，对它没有办法，就是说，所以你这个就没有办法补细，对，然后也没有办法穿那个靴子，因为靴子就会那个裤子一直跑出来。哦，对，这个塞靴子，可是它这个，对我就是很喜欢找这种牛仔裤。再远一点给大家看，对，你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好好看哦。对啊，它这个就是它缩整个缩下去很好看，诱人的臀部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没屁股的每个穿上这一件都是完全有屁股了。我等一下可以去换给大家看。我一直在后面看吗？对，就是一定要下单这一件裤子，再配上那个熊宝贝外套，就是辣辣又保暖。你知道我很好看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前到周末，我以前最烦恼的是，我就是想要出去玩，然后要穿得很辣，嗯，然后又很怕冷。就像我们这样穿，里面穿运动内衣，买上我们的熊宝贝，然后配上牛仔裤，你去夜店就这样子一半脱下来，很性感。因为它那个熊宝贝，它拉起来很可爱，然后它也可以就是露一点，这样要穿不穿的感觉。对，顺便那小高介绍，对 ，Rita， 这是我跟我私下叫出去介绍一下，你先上去这件衣服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件衣服很厉害，就是你看哦，我很喜欢它这边，就是有一个这个。洞有个洞，所以你那大拇指就可以直接穿进去，然后拍照啊什么的都很好看，有没有？对，对，然后对，再加上后面这个，哇、wow, 哦 ，Oh my god， 这好辣哟！穿着出去男朋友会骂吗？不会，不会，觉得因为前面其实很保守，然后他这边其实会再有一个这个就是。对，很像就是一个巴蒂锁，这边真的超级性感，你这样直接拉下来，所以我就直接拉下来给你看，他身材有多好，没有，我还不敢拉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，真的就是刚好 Steer 他那边设计的是挖一个这个，而且你就这样就不用穿内裤。嗯，对，对，穿这件就不用穿内裤了。哎，这件皮裤其实也是我们家的哦，站远一点给大家看，是我们之前出的那个类，它是运动裤哦，可是你看它这样子也很像出门直接可以穿的那种 legging， 对，穿起来超级显瘦，超级显瘦，然后它这个穿起来屁股也很翘。对啊，最重要是很多人都会担心说，听到类皮裤会不会不能去运动？哎，这个超透气，超级透气，小高其实蹲下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弹性这么好，弹性这么好。对，这样子搭一套、嗯、就非常好看。这件还有咖啡色，给大家看手拿一下，咖啡色也很好看哦。咖啡色乖乖穿的，很好看，很推荐给大家。其实大家可以近看一下它这个材质，对，弹性很好。其实里面有做一点点这样子铺棉，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保暖的。所以这个冬天就穿它，你就可以去辣翻大家的眼球。这样的衣服很有心机，没错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们好像要抽小高的抽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抽奖了，抽奖了。现在告诉大家。来，哎，我再给大家三分钟好了，好，就是你们只要呢，现在Rita 的 IG 哦，对，因为我刚好像都没有预告，对，就是等一下九点整，然后我们就会抽，就是抽什么？我们是送我们的那个泳装在这里，这里、这个、可以。一多穿的，只要九点准时九点哦，然后你只要在小老鼠 tag 我们，这个 Rita 的 IG， 乖乖 Sabrina 的 IG 就是我，还有我们最重要是 Sarah 的 IG， 对，我们九点整会在 Rita 的 IG 这边，我们的小帮手会截图抽出两位送他这个性感的泳装，你们知道这件为什么一定要拿吗？因为圣诞节要到了，对，把自己打包成礼物吧。真的，男生抽中的话，送给你心仪的女生吧。这就是那个乖乖他生日的时候穿的。对，你还可以解开，对，非常好看哦。对，一根手指头完全没有外面不会有的款式，充满遐想。没错，外面没有的款式，跑趴用、游泳用，它其实是有。九点哦，最后三分钟，洗澡也可以哦。对，截图前两位哦，截图前两位哦，所以我们九点整。好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好，小高最近在干嘛？最近那个，对不起 ，Rita 一直很习惯叫他小高。
妮卡最近在干嘛？最近就是上班，然后还有就是他最近都飞机跟拐拐在一起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一直纠缠他，我一直纠缠小妮卡。大家、啊、你最近都飞金门？对，我都飞金门。有去金门的朋友可以遇到我们的千年一遇，对啊，不容易。不容易遇到，就是现在疫情期间，他一个月还是很常飞、欸。我觉得，虽然有去金门、澎湖有吗？澎湖最近没有哦。去金门的朋友可以遇到他哦。对对，九点整了吗？小帮手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，雪雪来了。我们的雪雪有买熊宝贝哦，对他有买，大家看。还有这件，他有买这件牛仔裤。我们璇璇有，对，我们璇璇就这样子搭。然后璇璇它里面还配那个白色的运动内衣。截图就是等一下九点的时候，只要你们小老鼠@我乖乖的账号还有 stare， 那我们就会对直接在这边抽奖，而且是马上抽，就是九点整，剩最后两分钟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留到最后。对，好看吗？很好看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九点整，对，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小帮手温馨提醒，对，就在这边留言。我帮大家问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，为什么 Rita 的皮肤这么好？因为我跟你说，我先讲一下，我跟 Rita 我们去每次有过夜，我跟你说，她有化妆没化妆，那个皮肤状况是一模一样的。真的很神奇，因为我都擦雪菊露，对，很好用，我也常推荐雪菊露，真的好、啊。再说一次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我直接打在这边啊，好，就是我直接小老鼠 Rita， 哎、欸，可是这个的话是那个 Sabrina，、嗯、对对对对对，就是@我们三个人的 IG 账号，我们就会截图的那一瞬间前两位，啊是小帮手截图哦，我们现在在 Rita 的 IG。不要担心，等一下我的 IG 跟我的粉丝团也会有这个游戏。哎，剩下几秒钟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开始留言，留言，留言，快点留！快，复制贴上，快！每次大家都最喜欢玩这种了，好刺激哦！抽两位哦！好，我会常直播。圣诞礼物、哦，我最近都会直播啦，就会跟狗。九点了，快三二！哎，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？哎，现在我们可以再等，有人说可以再等一下吗？好，不清楚。好。我看到有人有，你们就疯狂，就是疯狂的小老鼠，然后@我们。对，有三个哦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给他们了30秒好了。复制贴上。30秒，赶快打，快点，可以重复留言哦。对，好要下单。有了，我现在开始在跑了。有了，小老鼠要截图喽。三、二、一。有两位，你把那两位的名字截图打到前面给他们看。还一直在跑，有吗？有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小帮手来77ZZ 这个。好，77.Z 底线 Z 这个，然后还有吗？这个，嗯，就前两位。可是他这个没有。所以还有哦，还有三个，所以要这个，嗯，还有一个是 V I V I 底线 L I N L I N， 对，然后拿起来给他们看，记得私讯 Stare 的粉丝团，对，记得私讯 Stare 的粉丝团，然后就会寄那个泳衣给你们，对，嗯，好哦，恭喜，然后请大家赶快现在先下单哦，我们的新品，对，会送毛，我们今天送好大哦，为了就是迎接我们的女神毛毛。随机，对，教大家怎样，你就买熊宝贝外套、嗯、牛仔裤，或是 Rita 身上这件上衣，这些很好看，你们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最爱，对我真的，哎，你们现在等一下可以去那个乖乖的，等一下还有一波乖乖，等一下还有一波，可以到我的乖乖粉丝团，或是到乖乖的 IG 都有，但是我们是15分钟后哦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现在想要就是置顶一下，就是下单那个。好，就是好，乖乖先继续。好，那我们一团。好，那我现在想要穿另外一个，哎，不用好了，我再继续穿这件，跟大家说，我介绍一下我身上那件运动内衣。这件运动内衣大家应该觉得不陌生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强力主打款。我们上个月有出了一件这个粉肤色，然后最近已经卖到大追加了，然后我们立马就是推出新色，很好看哈，这个烟熏的这个。真的是更性感的颜色，而且中间还有这样一个铁环。那它这件一样，就是侧边做的很包覆，它的背部也很美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
那像我自己本身呢，我皮肤比较黑的人，我就会选这个比较深色一点。那如果皮肤肤色比较浅肤色的人，就可以选择像这一件。那它是做这个秋冬的材质，一样是很吸湿排汗的，里面一样有附赠我们的胸垫，那它这个弹性很好。这次是做这个宽肩带，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大家比较喜欢宽肩带的运动内衣，因为他们觉得稳定性比较好。我觉得就比较包覆了。对，可是我个人是喜都 OK 啊，细肩带我也很喜欢穿，但只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肩带比较宽的，他们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。嗯，对大胸部的女生，我自己力推这一件。你看中间还有一个这个铁环，性感的铁环，哎、欸，真的超好看的耶。对呀、啊，很好看。它其实是铁环哦，只是它被……哎、欸，瑞卡比一下哈，你看它的肤色像白白的，穿这件很好看呢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对呀、啊，像我自己的话，我就学，这是我们的新色，这数量目前都已经被人家大抢购了，所以要赶快，动作要快哦。这顶 OK 了吗？好 ，OK。好，那瑞卡，你跟大家聊一下，我换下一套。好，那等一下再换。Hello， 有人说拐拐好美，謝謝哇！拐拐，你的这边留言都没看，謝謝哇塞！大家说什么啊？什么状况看不懂吗？对啊，什么？那一直留言问什么状况看不懂吗？奇怪哦。好啊，换一下，稍等我。好，我们等拐拐之余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要。大家有没有什么对新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 ？Hi Cindy 夫妇，大家都来看我们直播，好感动！耶、yeah! ！要参加抽奖吗？要参加。等一下，乖乖的，就是 IG 会有那个抽奖哦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把直播看完，因为我们现在双十二送超多东西的。对，大家对于那个新品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？如果男生抽到没有女朋友？哎、欸，男生这个夏聘单送给女生、嗯，对啊，尤其是现在圣诞节，收到 Stair 的东西多开心。大家圣诞节要去哪里啊？说一下吧。我先说，我从平安夜到圣诞节到跨年都见到他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第二款这个皮外套，这件我自己本人也超爱的。我要去换别的了，你们一定要买这件。小唐他等一下会回来，他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。这件也是质感非常的好，它有做这个连帽设计，带给大家看。它还有咖啡色，等一下可以试咖啡色。重点是它也是非常的保暖，然后它是做有点腰身的，因为大家知道皮革今年特别的流行，但其实它每一年都有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收藏这件外套。它穿起来很腰身哎、欸，好好看哦。现在配裙子也很 OK， 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前面一点会好一点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边也要抽奖了。我好像都没有回答这边的问题。对，因为刚刚已经留言卡住。哦，真的、哦，超多都没回答。我看看，好，我看一下两边的。哎，有人还在我这边参加抽奖哈，稍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大概十分钟后会有。首先，我们现在下订单购买我们新品的人，在今天我们直播这一个小时内。你就可以获得我们好看的毛毛哦！哎，我要戴红色的，小帮手帮我拿红色的。我现在穿这个，我要戴红色。快点，赶快去下订单！我们在这个小时内有就是购买的人，我们都会送这个毛毛，好看的。然后，对我要推荐这件皮外套，离体了。这件皮外套我现在穿都觉得热，而且重点是它是做有一点点长版的。因为我知道有些女生她们不喜欢太短的，因为她们怕会觉得说没有办法遮到自己的臀部的话，会显得好像腿比较粗，然后屁股比较大一点点。所以我们这次很贴心的推出了这件比较长版一点的，很好看吧？它里面配洋装也很 OK， 再给大家看看。好，我来了，来了。这一件我也超级推，超舒服，对，而且你们会看这毛衣，你会觉得很刺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刺，它非常的亲肤，对。然后它这个啊，就是它其实是做有一点点到这边的长度，所以看起来它只露出这边，脚就很细。但是它有点腰身。对，有点腰身。但是它很保暖啊。它有宝蓝色跟米白，这两件我都蛮喜欢的。对，然后因为你就直接穿这个，然后配那个踝靴，就是、对，就很好看。裸靴就很好看。我跟你说，熊宝宝外套也可以搭。真的、哦？哎，那你搭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搭给你搭一下，搭一下。我觉得配红色的穿就配这个，这个好出镜。我来了，我穿咖啡色给大家看看。
大家一定发现我很少看 IG 直播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而且下礼拜寒流就来了，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毛衣买起来。对，虽然说今天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出太阳，没有前两天那么冷，嘿嘿，我看过气象咯，直到下礼拜二，下礼拜二之后就会开始变冷咯，要好好把握，因为最近外套真的是大好好看，没错，这超好看的。我们昨天一上架，应该说我们的预告前一天的时候，一堆人就拿着我们 Rita 的照片在问这个外套到底什么时候要到货。你说熊宝宝吗？对啊，真的很多人问这件外套。对啊，所以大家好好把握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寄出都是按照那个订购的那个顺序嘛，所以如果你现在太晚下单的人，你要等到第二批追加喽。对，我们现在已经第一批追加，所以大家好好把握。下礼拜就会到货，昨天直接被大家扫光，真的好好看。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。哎，换我要抽奖了吗？还有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，好紧张哦！先跟大家互告一下哦，在我的拐拐粉丝团跟拐拐的 IG， 等一下 check 我 Sabrina 的账号 ，check Rita 的账号跟 check Stair 的账号，我们小帮手会截图我的 IG 跟我的粉丝团各选出两位，要送给他我们的性感泳装，大家不要想说，这泳装超贵的，我们居然还直接这样子随便这样送，给你们直接送给你们。对啊，想说今天我们 Rita 来，就很开心，大家看到她，所以我们这个泳装我会常来哦，要常来哦，拜托，下礼拜要见到她了，常来。下礼拜我们还要介绍其他好看的新品，嗯，最重要是这个泳装，大家不要想说现在这么冷，谁要穿？我跟你说，跟男朋友在家就可以穿它，圣诞节穿它，跨年穿它，就把自己当礼物。没有，它其实也不只是可以当那个泳衣，它下面还是可以当，比如说白色裤子啊什么的，就很辣啊。你要参加 party 什么的 ，OK 啊。对哈、哦，对啊，好趴，一月又大趴了哦，一月底哦。我们上次有大趴说的，跟大家说跑趴装就是要穿 stay。对啊，哎，很多人在留言了耶。开始了吗？要开始了吗？我们要抽奖了吗？对，就像是 HH 底线 Amber 这个一样，就是对小老鼠 tag 我们。对，好，有粉丝问皮外套尺寸有 S 跟 M， 是的，是的，我们的有两个尺寸。对，我以为那是我帮忙回答的，哪一个？我们跟你说，我们只会找 Rita。我们只找 Rita， 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 Rita 要跟我们大家见面很久，开心吗？耶、yeah, ，开心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次要找 Rita？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她常常出现在我的 IG 上面，然后大家就说好想要看 Rita 拍 style， 是大家呼声最高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重金聘请她来。好，赶快对，好，可以留言了，可以留言了，赶快留言。赶快留言，在拐拐的粉丝团留言哦，小帮手要准备拐拐的 IG， 还是拐拐你要不要说直接？哦，我 take 那给大家看。对啊。对对对，就跟 NANA 这样子04.28一样。哎，我没有跳出来哎。对，他不会跳出来。哦，好 ，OK。我打给大家看。哎，好像大家都知道了。大家都知道了。哎，大家很聪明呢、欸！很聪明，我买这个，我的小帮手赶快截图。3、2、1，耶！就以我们这边的秒数为准，就先抽这个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今天送了四套、欸，哎，对啊。然后好，所以，哎，下礼拜大家可以敲完啊。对啊，下次 Rita 来，我们再送别的。对，我们看什么东西呼声最高。大家还想他本人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哪两位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个跟这个，哎，这个刚刚对。好，那我们的小帮手截图一下。对，这边，小帮手好了吗？金色的头发姐姐真漂亮，谢谢。我即将要染成粉红色了，我会阻止她的。我看你已经色了。好，我们的小帮手忙一下，我先介绍一下这件皮外套。这件咖啡色的皮外套呢，
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，但是焦糖色啦，哎，穿上去看起来气色很好，哎，我觉得像这种皮外套就是要包色，因为真的皮外套每年都不会退流行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多买好像很浪费，重点是非常的百搭。你看像我里面这样子搭这个浅色牛仔裤配这个皮外套就很好看，很好看。你下面可以配像球鞋啊、靴子都 OK 啊，就很帅。皮外套还黑色，对，而且它这个是做有点长版的，嗯，有了吗？有了。好。怎样？好，我们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诶，我这边把它用下来，大家有看到吗？第一位这个 ASDCH 底线，这一位恭喜你，请你赶快私讯我们 Stair 的那个粉丝团，我们就会送你。然后第二位就是秋 Athena， Hello， Hi， 很常见哦。很常见哦，赶快私讯我们的小编，要送给你们那个我们的挚爱索菲亚的泳装。好，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的 Rita。好，等我一下哦，我要看一下。哎，我发现今天粉丝团好像是怪怪的，对 ，Sorry， 因为有人说今天脸书出问题，所以留言出不来，人数上不来，所以今天怪怪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但不是 IG 啊，是那个粉丝团，所以人数一直都不跳。对啊，好可惜哦，大家错过今天的那个抽奖活动了。好了，不然就我觉得 IG 也怪怪的，好像是哎，因为刚刚你在来的时候，我有看到那个新闻说今天好像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下礼拜再继续。那没有，我们还没介绍完，我说的是抽奖，还有，因为我们现在千年玉正在换衣服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我现在穿这已经热哦。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件皮外套我脱下来给大家看，它的帽子是可以拆的哦。它这件质感，大家如果说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它真的质感非常好。然后，如果你不喜欢里面这个布，它这个连帽的话，你可以给它拆掉，它就是像一件骑士风的这个外套，骑士风的外套，好看的。这件焦糖色，就是、而且它皮革非常好哦，质感非常好。你知道吗？好的这个皮衣啊，你大家只要闻那个味道，然后看就知道，不是那种外面好像随时会裂开，然后很奇怪的味道。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 Stair 的皮衣，还有上次的皮裤，真的质感都非常好。真的，我们的皮革系列都卖得超好，一上架都会马上卖完，所以大家要把握一下。因为上次那皮裤是不是直接没了？上架不到没多久，好像没多久哦，马上卖掉，马上追加。今天我们下订单新品的人，我们就会送毛帽，所以大家把握一下。换我去换衣服了，好，换我。嗯，哎，大家好像蛮想要看我穿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叫什么？反正就是两件事的，然后现在很流行。对，我之前是穿那个蓝色的，然后我今天是穿另外一个，这有点就是军绿色的这种感觉。然后它这个的话，就是现在很流行，这边就是挖这一条，然后就会让你感觉整个胸部很大，对，就是直接挖，就好像胸部被撑开的那种感觉，胸部大两个 cup 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再加上这边就是有一点点的高差，所以你身材比例的话就会非常好。对，然后这件的话，我搭那个黑色皮衣给你们看。啊，你这件也可以配熊宝贝外套，也会很好看。这是黑色皮衣，想要看挖空套装的厚度，厚度你可以拿另外一件给他们看，侧边给他们看。这个是保暖那个蓝色。这样子，它是这种有点坑条的这一种，对，所以蛮好看的。然后它这个也有保暖的感觉的效果。然后我穿皮衣好像也还不错哈，很好看哎。它故意这边还做一个开高叉，对，这边让你看起来腿很长。对啊，或是我们平常如果出去什么的，这边就一个一点点小型肌这样子。我很喜欢这种，就是有那种割破这种感觉。如果穿安全裤会不会有痕迹？其实还好耶、欸、请穿无痕安全裤。无痕安全裤。好，我再搭那个熊宝宝，大家最喜欢的。好看吗？哒哒哒，我自己最爱这件两件。这件虽然胸前没有挖一个洞，但是它的就是版型啊，会让你看起来上胸非常的丰满。你这视觉效果应该有 G 吧？有吧？F 啦，G 有点太夸张。对，就是它这个做这个针织的，
它的版型啊，会让你看起来身材比例就是很修身，好看好看。皮外套有卖哦，皮外套有卖哦，有，好看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这皮外套，皮外套有两个尺寸跟两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然后一个是咖色。咖色，对啊，咖色啊，就有点焦。这样也穿给大家看，很好看。皮外套直接配我这个洋装，这样搭也非常好。你们一定要赶快下订单，我们直播快结束了，下订单在就是私讯 Stair 的粉丝团就送毛毛。对，我带给大家看好了。而且啊，你知道吗？买这种超划算。你知道你这个下面这件上衣啊，还可以配牛仔裤，就是它有两穿，或是这个裙子，你自己也可以配其他的高领毛衣也可以。所以买这种套装是非常划算的，好看。来，你看我们刚刚就说里面就穿少少，外面再造一个熊宝宝，好好看哦，超好看，这样很好看哎，完蛋了，我们就这样出去跑趴好了，好好看，超好看的耶。再呼吁一次，对，帽子是可以拆的哦，就是那个皮外套的帽子，刚刚拐拐已经有示范过，你们到时候想要再看可以看回放。对，你看现在直播下订单，这样子一整套让你带走，这个帽子是送的哦，只有今天，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Rita 来，我们特别加码给大家。我等一下想要再包这一套。好，没问题。这超好看的，而且它挖洞挖得很心机，就刚好可以露出那个一点点的那种。对，可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太多。对，又不会觉得太多。在那个地方刚好上胸看起来比较饱满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上胸，有些上胸就是肉啊。对啊。但或是说，如果你不想要那边这么害羞的话，可以选择像我身上这一件。对，那这件它的弹性也是很好，给大家拉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知道这个吗？配一个西藏靴就很哎，对，还有粉红色，好看哦。就是这两个颜色都是现在流行的。配那个粉色的那个宝宝。哦，那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蓝色应该可以配。我超好看的，完蛋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出去玩吧。赶快 take 你的好姐妹一起来看这个直播，超好看的。对，一起下订单吧，一起下订单还可以。很多人都说好看耶，好看。好看。今天下订单的就送毛毛哦。对。有人说好喜欢的，我来回一下大家的问题。好。有人说这一季真的太好看，这一季真的很有眼光。我今天在拍，就是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每个穿上去都吓死。对啊，已经很多朋友一直在跟我说这季怎么这么的辣。还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刚刚看到了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这一次做双十二活动，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现在双十二的活动有买二送一，就是任选两件新品，我们就送你。对，我们送你的东西也是任选的哦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 oversize 男友衫，你知道这个女生穿，像我就当洋装，然后男生的话就直接当 T 恤。大家还好吗？大家还好？还在晃大家还好？继续。哇哦！地震大家。地震，大家还好吗？我们两个瞬间吓到，还在晃吗？还在晃。哇哦，这蛮久的对，而且蛮。大家还好吗 ？Say hi 一下，大家还好吗？你看我们下风处变不惊，还在这边，希望大家不要走，看完我们的直播。地震，真的我吓了好大一跳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的双十二活动，小帮手，我们双十二活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12号，我们买二送一。有送这一件，也有送这一件哦。只有到送这一件，对啊，大家赶快下单，买了送一盒，下单又再送毛毛。如果今天下单，现在，我们今天真的送的很多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，赶快去下订单。请不要骂脏话。我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熊宝宝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熊宝宝，真的。有人说帽子很可爱，有很多颜色，我们帽子有好多颜色，再拿这个给大家看。只有我们现在这个小时哦，小帮手现在几分了？现在21分。哇，我们就在五分钟，最后的五分钟，最后五分钟让大家，没有，我们就到30分差不多，好不好？到30分，我们来再来跟大家聊聊天，因为今天我们难得 Rita 来直播，我们跟大家聊一下。对啊，今天我们到30分之前，你下订单的人，有购买我们这次商品的人，你都可以拥有这个毛毛。我还在晃我朋友说。大家心里晃，大家地震还好吗？还好吗？还好不是反应很大那种，完全不被吓来。真的，
好，我现在去换别的给大家看一下。还有这一件连帽外套，连帽外套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，比如说去健身房啊，如果你觉得你穿就是一般的运动内衣会觉得有点太露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就是套这个，很好看，然后又很简单，然后再加上我很喜欢它这边有一个缩口，对，它有白色，有两个颜色，在我这。就是很方便，其实就是平常都可以穿得到，然后而且它是双拉链，哇，它有黑白色这样子，双拉链的，对，好看，好大。其实像这种外套，我觉得就是要包色，对，因为你的运动衣也是一种时尚的这种穿搭嘛，所以这种都可以搭得到啊，而且你看哦，现在很流行平肩价，大家就包色了吧，对，而且它材质非常好，可以感觉可以穿个很久很久很久。它这边就是你看它可以，现在很流行这样子，就是下面开一点点，上开下开，对，刚好这边我讲话好直接哦。那大家有加入我的女性私密社团吗？赶快加入乖乖女性私密社团。私密社团叫什么？可是只有女生可以加入，只有女生。我跟你说，男生如果偷换女生照片，我是看得出来的，骗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看得出来，所以大家不要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很严格的哦，但是在里面有很多好处哦，像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女性私密保养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晚上就分享一个给大家，赶快加入哦。哎，有时候白色很好看。对啊，白色很好看，就平常都穿得到，后面又有一个这样子的大帽子，而且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棒数的，所以它其实是很保暖的。对，它有棒数。对，大家一样。哎，我再拿别件背心给大家看一下，也是我们这次双十二做的活动，这个吗？对。哦，还有这件白裤，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件白裤呢？它其实跟外面的不一样，是因为它中间有一块这个。好的。设计一块布，大家觉得很奇怪，我最近几乎每天都穿它，因为它其实这块布刚好坐在腰上，会显得腰很瘦很瘦，对，它这样穿起来这样很可爱、啊、已经下单，哎，下单的人一定要先帮，就是私讯那个粉丝团，我发现买这套洋装下面配这裤子也很好看，哎，真的，我这样子就直接搭了。你看，在我们 Stair 不是很棒吗？就是让你出去约会、跑趴、运动都在我们这边直接包了，好吗？而且还可以这样子做。搭配是非常的，就不用去别的地方逛了，这其实配黑色大家不用麻烦了，配黑色也很好看。还有我们这件，我现在介绍给大家看的是我们双十二这个在做活动的买二送一，它这件运动背心也是包覆非常好。我知道有很多的女生不敢穿的就是那么的深 V 的话，就选择这种运动背心、嗯、包覆又有性感，我们里面一样就是很有安全感，对对对，可是它会让你看起来胸部又超大，对，然后我们在后面这边做这个大蛙背、嗯、大 U 背的这个设计，而且我跟你说 Stair 的那个运动内衣它的胸垫都超厉害的啊，对呀、啊，是真的是真的就是如果你都好大超大，就是它有那种视觉很集中的效果，对，所以推荐大家这一件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买二送一，有送这个，所以一次呼吁给大家看，这件 oversize 男友三跟我们后面这个二选一，你们要不要套一下？对，我套一下好了。对，哎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牌子啊，它不是露出来，是故意的，是我们设计故意的，蛮好看。这个男生也可以穿哦，下面直接穿那个白鞋啊。对对对，高筒靴，然后我里面其实就只是穿安全裤而已。哎，我这样穿好。把它收起来，对，好，这样子，蛮好看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平常里面穿个运动衣，哇，你这样子好辣哦，这样拨一拨很辣，对，很像穿男朋友的这个衣服从浴室走出来的感觉，就直接穿这样子，好辣哟，超好看，再搭配毛毛，对，再搭配毛毛，搭这个，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。耶、yeah, ！有人已下单了、欸，很好看的，真的。像我自己穿，会把这个直接就是肩膀拉一边。哦，对，这样子。有人问说，我们刚刚摇了吗？哦，摇的可真大呢。对啊，真的。对啊，瞬间下到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有人说怎么穿都好看。哇，你这、欸、这件很好看哎、欸，这件很好看啊。对啊，这男生也可以穿。然后他们就直接用送的。对。现在买二送一，让你挑，或是刚刚那件泳装。那你在我们现在哦，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哦。嗯，好，剩下最后三分钟下订单，在这里我们今天直播当下送毛毛，送完没有？数量有限哦，不是你要就有哦。好吧，我们来聊一下。九点20台，巨晃。真的，大家应该都还好吧？都还好。好，
大家，那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 Rita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下次大家可以先想好，然后我们直播就可以来问我们，或是想要看我们穿什么。这个 oversize 很棒，没错。有人说什么？这个，然后璇璇要不要来一件？来一件。嗯，对，好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这超好看的，只送哦，只用送的，这可以买吗？这也可以买啊，哦，也可以买。你要买全部买光也 OK 啊。只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，你看买两件新品，然后再送这个，然后再送毛毛。Stay 就是不会让你失望，真的。哎，小 Rita，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下一次直播是什么时候？因为大家刚刚都在敲碗了嘛，大家其实敲碗很久，敲碗半年了。下次的直播有点忘记了耶，下礼拜一吧，下礼拜一。下礼拜一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Monday Blue Rita 来陪你选好圣诞礼物了吗？哦，哎，对啊，我们圣诞礼物要送些什么？我还没想。好，礼拜一跟你们分享好了。礼拜一跟你们分享，你们可以就是告诉我你们送了什么吗？因为其实我还不知道买什么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要讲，而且我其实要连参加好几场，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准备。乖乖好像要参加什么四五场之类的。对，然后还要送那个创意烂礼物、啊。我就在想说，把我家那个不要的南瓜就送出去好了。万圣节的，那可能你会受到惩罚哎。大家有什么好的惩罚推荐给我们？我们到现在还想不到惩罚送什么。我知道，就是喝酒就好了。嗯嗯。哦，我们没有、哦、理性饮酒，没有没事。对，喝酒不开车。好哦，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Rita 好不好？我们礼拜一再来跟大家继续聊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品的穿搭要给大家看。嗯、我们最后一次再呼吁一下，我们今天双十二的活动到12月12号。买二送一，买两件新品就送你身上这件，这件或者是后面这个泳衣，性感的战袍泳装。对，它其实也不用当泳衣穿嘛。然后要先说恭喜你们，刚刚在这个直播当下有下订单的朋友，你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经典毛毛，而且是限量的数量，然后各色，期待吧。每个颜色都超好看，很可爱耶。不管穿到什么颜色都很好搭，嗯，我们 Stay 只会推出好搭的，绝对不会推出那个大家不知所措的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对啊，有些真的看不懂，对，有些。好哦，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大家，大家赶快去抢购，尤其是我们的熊宝贝外套数量很少了，大家赶快，最后我的 IG， 我们礼拜一我们再跟 Rita 来聊聊，好不好？好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这番也要下订单哦，这番也要下订单。